咖啡，来你走，来你走。他藏他的包，保护费给了吗？掏钱，来了以后直接变成土匪了，给钱，200块，200块是多少钱？一毛钱打他叫花子呢，再来，保护费，我手都脱麻了，还不拿钱出来，我等着尿你。高高给保护费，我看看，好，今天交了5000，昨天来我们这里没跟我说，再给5000。哎呀，这东西好好给吗？好好给，我看看什么好东西。太小了，看一下吗？翡翠这个东西不在大小，在于它的品质好坏。妹妹，哎呦，我的钱，什么都能丢，我的钱不能丢。一个字，绝。我发现了，你们这一群人拿的全是砸马砍的小料子，这边还有小坨这个色在，看到没？小色花在里面的，你看到没？表妹说过，砸马砍那个敞口的话，它是不藏裂的。你看它这里有道裂，它里面绝对画进去了，看。那嘞？造价1500吗？就这东西还叫价1500，你跟他说这个料子1500的话，让他明天给我保护费，给我500万。他这水头长，他肿又没多好，看到没？他这肿了之后，这还是粗一点的哈。给过多少？250万，五十万。啊，差多远了？不远，50万。消费100也不远。我买个料子，准备给他150万，美了你，70万。差多远了？有我们的距离那么远吗？对，离蛮累，这么高。这么远的距离，那我不都过来看你了吗？这哪里还远吗？是不？哎，好，给看一下。120，不行，给你一瓶，再给我们一瓶。看这个汽水，卖不卖的没关系，姐姐请你们喝饮料啊。来，真没有石头了，那我走了，你们自己付钱。好好看，我都请你们喝饮料了，还不好好看，我自己都不舍得给自己买。没喝咖啡以前，只给我看小料子，喝完咖啡给我看大料子。你俩，好，这个料子的话就是一个木纳杨梅皮的，它这里的话是有一个大钻口的，这个钻口的话应该是炸矿的时候给它炸断的。像有钻口的话，有好有坏，好处是什么呢？咱们能看得到这个料子。水头比较长，是一个小糯化快到糯冰的一个状态。那坏处呢，就是它这种炸的话，钻口这里下面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后期小新裂，知道吧？但这个料子的话整体还是可以的，能看到里面的肉质怎么样。咱们后面说做一个白月光的手镯呀，孩子挂件什么的都是完全 OK 的，再加上它这边还飘点小兰花，这个料子还可以哦。不劳累，5000万，那瓶饮料5000万，来给我转钱，充5000万，给钱。想告诉你，200。快点看不到，200看不到，250。300可以吧？最后一口，可以就封，不可以就算，就拉倒。500。消费多少？消费不给。500，这个太有点高了，450。看到没有？咱们如果在市场这边想要玩翡翠的话，你第一口价很重要，还有就最后一口价。如果说你都已经给了个500万了，你现在要交450万的话，不可能的。他们已经给了个卖价，我也给了还了价了，这个料子肯定得封起来了。但这个料子500万拿下的话，肯定是在我预算以内的啊。再高看不到了，这个料子500万咱们可以玩一下。墨冰的一条白月光手镯，在国内绝对是过万了吧 ？OK。我生气，你不好好问，我就生气。你让他好好问，给他这里封一下，画两条，就是防止他们后面给我偷偷拿去拆包，就是要问一下我。小表妹翡翠拿下，500万加上额外小费，让他俩自己去分吧。小表妹，拿着，但是好货，高高给，给我身高那么高，拜拜。